后疫情时代的新思考。我是庄淑芬，我是广告人。一场疫情改变一切，让我们看到病毒无国界，让我们看到无私与自私。身为女性，我更见证在危机四伏的现代世界，女力领导正在发光发热。她们同心协力，用行动改写权力游戏。疫情过后，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常态正等着我们。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好、更坚强、更有创意。自信绝不自满，参与绝不退缩，乐观绝不放弃。善待自己，善待别人，珍惜台湾，珍惜地球，我们一起来。